来蜂蜜，哎，美女，再来吃蜂蜜。小朋友吃了一身不同，我也没事嘞。我也在不上路。我又老实了。看一下，老乡刚刚花20块钱套的，真他妈厉害。来，给我抓一下。哎呀，哎呦，又咋呀你？好么的，你看他的奶头是长在两边的，不是在中间，在这里。荷兰就跟一般的东西不一样，长在腿这里了。他是讲的是下锅饵料啊，讲生完料的，是生完了的。哎，还是叫。我开了个大头，大头是我给他的，就我后来买了一个。去，别人要卖80，才20套到了。然后有个卖兔子的，还有25卖，然后。自由套圈的有卖这个东西。不卖。不卖。他花20块钱套出来，刚刚。母的，来给你，看一下它的虎鼻去。你看它虎鼻。啊，真胖啊。真好。嗯。养的还蛮好。被其他的人羡慕死了。哈哈哈哈。你看这个大头，这个大头是我80块钱买的。下面这个母的是之前我的虎鼻繁殖的，下了两个蛋。荷兰猪本来就没有尾巴，不好意思。然后它们的乳头是长在这儿的，这是腿的两边的，这里，看到没有？哎呀，抓得痛啊！咬了我一口。一套一关，嗯。这样，把你四个虎套到底。四个筐子就套住了。